灵儿，你只要比林香快就好。不要给我压力，哇，我膝盖不好。花莲境内涵盖哪两座台湾山脉 ？A. 中央山脉、海岸山脉 ；B. 雪山山脉、中央山脉 ；C. 海岸山脉、雪山山脉。哎，中央山脉。恭喜答对，恭喜答对，上去。玩很大在花莲制作的装置艺术是 A 吊桥 ，B 公车亭 ，C 海废装置艺术。B 公车亭，恭喜答对。接我了，接，等等我。你看你多少？100。这边这个三角锥，来，凤梨的特产为何 ？A 西瓜 ，B 凤梨 ，C 茶叶。A 西瓜，恭喜答对，上去。你先回答。可以，乱猜。后面没人。来，谁先猜？他先猜。小笼包往前，尼泊站在三角锥后。请问烟草属高经济作物，因此有什么称呼 ？A. 绿色黄金 ，B. 钻石黄金 ，C. 宝藏黄金。宝藏黄金。恭喜答错，来往后往后。凤林人口最多的族群是 A. 客家人 ，B. 闽南人 ，C. 原住民。客家人，恭喜答对。16416，16，17，18，拜拜。你多少？一，169。哎呦。有了有了有了！好，天哪！6，6，0，8。花莲的河流大多呈现什么流向 ？A 南北向 ，B 西南向 ，C 东西向。恭喜答错。欢迎是，欢迎答对了。临近花莲的县市有哪些 ？A. 宜兰、台中、南投、高雄、台东 ；B. 宜兰、苗栗、台中、云林、台东 ；C. 宜兰、南投、彰化、嘉义、台东。A. 恭喜答对。啊，谢谢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他后面追上你了。哇，这小龙这怎么办啊？他脚抽筋哎。对啊。不用走脚。真的太陡了，我觉得他可能没办法。哎，大哥，哎，不是，是宝弟吗？竟然是你！来排好，排好，好，来林颖乐排好。花莲县的县花为 A 百合花 ，B 莲花 ，C 金针花。莲花。恭喜答对。凤林的原住民大部分是哪一族 ？A 布农族 ，B 台湾族 ，C 阿美族。布农族。答错，来换。可恶！花莲境内通过的纬度线是 A 南回归线 ，B 赤道 ，C 北回归线。回归线，恭喜答对。全台面积之冠的县市是 A 高雄 ，B 屏东 ，C 花莲。C 答对。林二，你只要比林香快就好。不要给我压力，哇，我膝盖不好。跑山路是我的强项。